哦，这型器物非常的庞大，这个是什么用途？你看这整个器物的那个造型，包括它的纹饰，包括它的这个所体现出这种动物的这种活泼的这种形态，这是一个当时商朝的一个食，应该是用来煮饭用的，主食用的，它可以保温，煮饭用，哎，也是保温，也可以是当做现在的是等于火锅一样的，你看。这个是小盖拿起来的，这个可以夹东西出来吃的是吧？那么这个还有一个盖子，它要拿起来，对吧？拿起来的时候呢，对吧？你看，这个是一个里面可以装水的，可以换热水的，可以烧热的。然后呢，这个里面的一个装肉的东西呢，也可以拿起来的，是一个组合型的。这上面还有铭文。组合式的，还有很多铭文在这里，都是王就是皇帝，当时是皇帝用的。这个是很写的很清楚的，就写在这里。然后呢，它里面换水，然后它是一层一层的这个 hold 住在这里。然后这个盖子又可以盖上去。这边是一共是，你看这2、4、6、8，一共是9条龙。九条龙，就九条龙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都是角兽龙，好，下面还有四个，还有龙，这样你看后面还有四个龙，就是托住的，啊，你看。造型非常的精美，这是非。